说的呀。好，第九点问题，问题是，请问你觉得自拍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吗？为什么？继续开始。我觉得自拍呢是一种良好的习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自己爱自己，所以我们才能得到别人的爱。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，你怎么得到别人真正的爱你呢？所以自拍非常重要，而且自拍能帮助到我们容易面对镜头，上镜的时候也比较漂亮。谢谢。好的，答案是，而且呢，我觉得这个答案我们在场的那位贾森本格也非常的认同，因为他就是本公司的自拍大王。